谜题揭晓，七，是16道。它整个掉下来，哇，好软的感觉啊！哦，直接化开，入口即化。对，哎，这肉超嫩的，这是我们老板人很用心，早上4点起来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炖羊汤。今天这间就是我推荐的，据说它是北港人的茴香饭。北港的茴香饭就是鸭肉饭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看脚本。聪明，聪明的孩子。我想说这么厉害做功课，而且这家店只要跟鸭这个字有关的，应有尽有。一鸭，一鸭可以超级多吃。那我们就把它。谜题揭晓，七，哇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答案揭晓了，是16道。你连算数都有问题，你在那边13。因为有些是这样一起摆头一排，共有来，鸭肉丸，然后鸭肉切盘，鸭米血。这个看得出来是鸭舌，对，那这个是鸭脚，还有一个翅膀。再来这一盘里面就是有4样：鸭心、鸭肝、鸭胗、鸭肠。下水好吃。对，每一道都是招牌吗？还是有特别的招牌？其实我们的招牌是鸭肉饭，其实鸭的料理里面都是。对，先吃一口啦。阿妈，哎呦，不需要，我不用了。有些人就是饭，有人吃那种鸭肉饭、鸡肉饭、卤肉饭，有些人是会拌跟不拌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他不用拌就很香。有什么感觉？而且它的那个肉很软，然后很有嚼劲。它最主要是手工切丝，然后酱油也是特制的酱油，会比一般外面的酱油再来的低盐。嗯，对，所以它的颜色对不会那么的深。嗯，对。那我想吃我这个下水蒸吧。对，它是蒸。那你自己。我也没有。今天不是这种单元啦，今天不是这种单元，就不是这种单元。我帮你们骂他，没事。因为老板娘你是这样把它切成薄片，是很好咬，因为很怕吃到鸭胗比较硬，所以你牙齿会有点很酸痛。还有刚才有吃它的肝，吃鸭那个下水很怕一种就是腥味，对，它没有腥味。新鲜的鸭汁哦，第一个要就是让它抢时间，鸭肝有鸭肝的处理，脆肠有脆肠的处理，分工很细。对，这样才能够保留它的鸭味，但是它不会有那个腥味。那商业机密就是老板娘很用心的对待它，用心去处理的啦。没错，一定是。这是我们店内另外一个招牌，叫炖鸭汤。炖鸭汤，对，这是炖鸭汤。那您这是？这是姜丝鸭汤。你可以看我们的肉是不一样的。这是鸭腿吗？还是鸭什么啊？其实鸭的部位都有，我们全部都有。但是这一块一块的，对。我现在直接给它啃下去，它整个掉下来。哇，好软的感觉啊！直接化开，入口即化。对。哎，这肉超嫩的，没错，好软哦。所以就是有一些，比如说阿公阿妈来吃，点这个也完全 OK。它看起来有骨头，对不对？但是别惊，它的肉超嫩超软的。这应该是炖很久吧？哎，这是我们老板人很用心，早上4点起来工作，就是为了这个炖的汤。哇，人现在几点了？都炖很久。它的汤很浓郁，所以它又称浓郁汤。浓郁汤就把它整个这样炖到整个精华都在汤里面。